这是一个超级大场面，就是大陆湖北武汉有30000位居民呢，在春节前举办了这场万家盛宴，顾名思义，现场摆出了上万道的佳肴，果然打破了吉尼世界纪录。上万道菜肴一字排开，就是比满汉全席更丰盛的万家宴。豆腐皮做成的酥，用梨子拼成的可爱兔子，这些让人口水直流的菜，打破了同时展示最多不同菜肴的吉尼世界纪录。我们家选送的这个菜肴啊，叫花开富贵。近30000个居民每家做一道菜组成万家宴，是湖北武汉这个社区每年春节前的传统。这个习俗已经迈入第11年，现在每个人都身怀绝技，厨艺比专业厨师还要厉害。这南瓜做的，这是萝卜做的，这是冬瓜做的。哦，看上去很美，但实际上材料非常便宜。对，都是你自己雕刻的吗？对，自己雕刻的。你雕了多长时间这个鱼？2个晚上。别小看这些超有创意的菜，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。这是代表我，这个代表我老伴。你和你老伴结婚多长时间了？结婚在63年了。63年了？对了，我们过了暂时婚。最近大陆南方虽然是一片冰天雪地，但这些民众用最温暖的心来迎接农历新年。中央新闻黄介庭综合报道。